啊，只剩下防区里面的两个人。防区的话，那可能如果再进行进攻，可能就没那么好了。这波应该会选择走。这边 TC 又是跟 4M 遇上了，TC 这扫地机港三兄弟真的就是你来我往啊，都喜欢过这个桥。看一下，魏无羡，魏无羡单掰过了北渊，还有半血，黄黄色色又打过也了阿单兰。掰过了。哇，可惜差一枪，但是魏无羡补枪很及时，黄色还能救。这场比赛前期 4M 就拿到了7个淘汰啊！对，也凸显出了 4M 突击手的个人能力啊。哎，导师，他带着微博从圈中心的好点位来到圈边劝架了。这一波来劝的话，其实也能打，因为也是能接受。对，只有两个人。嗯，而且这波劝赢的话，这个点位还在圈，对于微博来说，从圈边推进是他擅长的打法。是的，也是一个缺点。但是黄色率先放倒了导师，4M 还能打吗？而且旁边啊，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在盯着这片战场。哇，苏像素又被炸倒，野猫也倒了。野猫，明斯克只有一滴血，黄 Sir，又是黄 Sir 顶住了。魏无羡，魏无羡已经5个淘汰了，太帅了，这俩人。